刚才啊，头啊突然晕了一下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看到一个很清晰的一个飞碟在那边，很清晰的飞碟开始转了啊，哦，开转了啊，开转了啊，开转了，开转了，开转了啊，开转了啊，开转了啊，转了一圈，哎呀，转了一圈就晕了啊，今天晕怎么回事？转了一圈就晕了啊，然后转一下子，哎呀，晕了，转的停一下子。转着停一下子，转一下子停一下子，转一下子停一下子，转一下子停一下子。为什么转一下子停一下子呢？转一下子停一下子的目的呢，就是让那个地面上产生的风小一点啊，让地面上产生的风小一点，因为那个飞碟已经离地面很近了，看得一清二楚，就在下面。哎，看到汽车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呢，它转得很慢，转得很慢，转一下子，停一下子，然后转一下子，停一下子。停的时刻就是，利用它的惯性呢，还悬挂在那边啊。转一下子，停一下子，转一下子，停一下子，转一下子，停一下子，是因为它的惯性啊。但飞碟就是飞碟，所以不能不转，不能不转，所以一定要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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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转。当然可以转慢点啊，可以转慢点。可以转一下停一下子，转一下停一下子，可以转一下停一下子，转一下子停一下子，等到那个惯性已经快消失了，再转一下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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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样就靠着离地面很近很近啊，估计啊，人家已经看到那个飞碟了，估计啊，看到飞碟了啊。看到飞碟了，如果不停的一下连续转连续转的话，那下面的就风力太大了啊，风力太大了，所以这次转得很慢，停一下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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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呢既形成了飞碟，又不至于下面那个形成狂风大雨啊。按这个方案再试啊，按这个方案再试啊。好，就知道了啊，原来这么一回事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